所有女生注意啦！今天我们来跟着可爱的 Azura 学穿搭，来自泡泡玛特的 Azura 衣橱穿搭系列。我给你们准备了4个视频同款的全新盲盒作为抽奖福利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12+1的配置，隐藏款是女王，白色的头发，黑色的王冠和黑色的长裙，是又酷又飒的小姐姐，没错了。每一款都是这种站姿，所以六面的摇盒手感都是一样的，重量也没有差很多。依旧老规矩，从重到轻开始拆。先来看第一盒，上来就是封面款，可以啊，洋娃娃。这粉粉嫩嫩的配色，可能没有哪个女生会不喜欢吧？穿着小洋装，就好像小贵妇一样。手里的遮阳伞是可以拿下来的配件。滑板妹妹，这个卡片就好像是衣服的吊牌啊。她的这身穿搭我非常喜欢哈，头发和衣服都给做成了这种渐变色。滑板的细节也非常的多，头上的渔夫帽是可以摘下来的配件。睡衣 party， 哇塞，这只也好好看，头戴小兔子发带，身穿紫色的睡衣，手里拿了个枕头，这是在玩枕头大战吗？去野餐吧，哇，好优雅的一只啊 Azura 呀，头上戴着大大的蝴蝶结发饰，淡紫色的头发也太好看了，手里拿的这个应该是白色的郁金香。小篮子里有一只白色的小猫咪和2朵郁金香，都是可以拿出来的配件。我已经可以预感到这套一定深受女孩子们的喜欢。1、2、3、4，你最喜欢哪只呢？去游乐园吧，去游乐园当然要打扮的美美的啦。感觉她这一身有点哥特风啊，头上系着蝴蝶结，背着小熊挎包，手拿冰淇淋，是萌妹子没错了。中国风女孩。穿的这个小裙子一看就是中国风哈，上面还有中国结的小扣子。为了配合粉色的小裙子，连熊猫都变成粉白的配色了，这个小细节好可爱。热血高校，她身穿一身 JK 制服，身披黑色皮衣，头发上和衣服上溅的这是油漆还是颜料啊？我们的 Azura 可不是不良少女哦，手里拿的棒球棍是充气的。你喜欢她的这一身热血高校的穿搭风格吗？马卡龙少女，这只感觉也是萌妹子一枚哈。她的头上别满了发卡，身后还背了一个小兔子玩偶，兔子耳朵是往前背的吗？手机也是用的小兔子手机壳，看出来你喜欢小兔子了。中间这四只有你最喜欢的穿搭吗？5、6、7、8，快来告诉我吧。唐风少女，这是一位黑色头发、身穿汉服的 Azura 呀，身上还有这种飘带，满满的中国风。手里还拿了一个金鱼样式的花灯，有点中秋节的感觉。复古少女，橘蓝色的搭配好像就是会给人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哈，还穿着喇叭裤，右手拿的是一个拍立得，左手是刚拍出来的照片。他拍的这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音乐节，这是在音乐节表演的歌手吧，穿的真是十分潮了，头戴耳麦，手拿游戏机，背后背了一把吉他，是慈禧的设计哦。最后一只了，我可能又与隐藏无缘了。甜酷少女，一身黑色系的朋克摇滚风，头上有2个恶魔角，皮带也有骷髅的元素，真是十分炫酷了。手里拿了一杯粉色的奶茶，头发也是这种粉嫩的渐变色，和酷酷的外表穿搭形成了一个反差萌。最后这四只有你的最爱或者你最喜欢的穿搭风格吗？9、10、11、12，快来告诉我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泡泡玛特 Azura 衣橱穿搭系列全套盲盒的开箱福利来啦。为了庆祝我抖音刚刚破10000粉，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在我的抖音抽奖，随机揪2个人送你2盒全新的视频同款盲盒，我包邮给你送到家，只需要你的关注和3连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跟我互动起来吧。